上次买个130的说奢侈，这次买了个160的，不知道啥样啊。哎呦喂，手套，这个160哦，看这个肉怎么样。大宝贝儿，你们先别说话啊。哇，这个肉老长了。衣服啊，我的妈，没看见，哎呦，扎死我了，太大了，这个都赶上昨天的，哇，两房，这是一个小的。三房，四房，五房，我的妈！但是这个有点熟透了，熟透了发酵大了，它就会有点发酸。看看。差不多。梁雨辰，李思琪，梁雨辰，来，分点地方来吧，还给你点地方。来，你也上镜吧。上不来了，我看他能不能进来。干啥呢？人家没啥，这个榴莲有点熟透了，不好吃。太软了，太软了，肉倒是挺多，就熟大了。你还瞅着，太挤了。都想上镜啊。可没捣乱。快吃快吃，人家别弄他儿子。这个榴莲真不咋地呀，肉是真多呀，但是真是熟透了，不是在我之前买榴莲小哥那儿买的。